芝加哥东京怪男出没，屎尿专盘女，天降雀屎都未算恐怖，最得人惊可能系咁样啊！上星期四夜晚八点零，东京有个23岁女人行行下，突然俾个男人兜头泼咗啲液体，佢即刻叫管理员报警啦，一验证实系尿嚟噶，阴公咯，仲唔觉意饮咗啲添。事发后五分钟，附近有个女人同样被人淋尿，警方就找紧个淋尿男，唔知佢系乜嘢动机。咁啱得咁巧，美国芝加哥地铁都出现变态男啊！不过佢仲激玩淋屎啊，中招女学生就惨啦，被人淋到成身屎，咁佢仲话唔识个变态男噶，宁愿被人打好过啦。